有一次我就去精油按摩，精油跟按摩大概两个小时，我在里面睡了一觉，就是天哪，筋骨都非常舒畅了，就一起来，哇，手术了200多个。就算最终这一场爱。那你可以唱那个男女对唱。小酒窝上的女人的舞台，我每天睡一不着，想念你的微笑。好了，给人家卸妆了啦。大月的工作其实蛮忙的，然后送上就一个很重要的影片，就是这些妆法团队的职业访谈，看起来都很好看。今天之所以会有这个单元，就是鬼鬼替他们报名。没有，这是我经纪人先报名，我觉得不错，我热烈的邀约。对。然后今天这一集呢，就是在说，因为关少文要做一个很红的单元，职业访谈的妆发服。Yes。妆呢就是化妆，化妆。发就是发型。对。服就是服装。服装。他们呢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所以等一下就可以听他们怎么讲的。对，但他们厉害的过程一定有一些辛苦的地方。对他们可能一开始也是可能从不会缝针啊，不会拿剪刀啊，不会拿刷具开始的。嗯、然后加上疫情的关系，他们最近工作有点缩减。对，因为太……因为我看蔡依晨脸书每天都在家笑话哦。因为我们每最近因为疫情，我们不能出门，所以我们的确工作量有减少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干脆逼不得已。得找一些事情来做。Yes。趁刚好工作结束。Yes。这个月第一个工作的结束，我们来拍这个影片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你要不要先拍一些跟他们就是练习的画面？哇，这不用练了，不用练了，练了就会尴尬，对不对？不练不练。今天跟少婷拍影片怎么样？我们第一次耶，很开心耶！我们真的没见过耶！我一直都在网络上看你的影片，不要不要！我一直都有在看关影片，我一直都在看少婷的影片买东西，好花钱哦！没有，因为他跟我一样怕蟑螂。对，我知音哎，没有人，我身边没有人可以理解为什么蟑螂在那边，我会看着它2个小时不动作，完全可以理解、啊。你懂，你真的蟑螂太可怕了。对，我连以前那个偶像团的 EP 谁歌都听。你太，我觉得你太蟑螂了。我没有当你夸张，这个不帮我爱。我连这个都怕。各位，这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刻，我现在真的要做出我这辈子最用力、最紧张的事情了。我刚经历了一场人生浩劫，太可怕了！但今天我觉得超快，这是我史上拍过最快的影片。太好了！我们好像很想下班。没有，没有，就是很顺，很顺哎。以前跟刚刚拍过影片的，你们检讨一下。不是，大家如果说旁边缺一个人的话，我们是一个谁先嘛？什么凡凡嘛？我还。你男生去女伴，女生去男伴，好不好？这是可以找我们吗？好不好？谢谢。我没有经纪人，还是你们可以收留我一个，可以吗？以后有案子可以到。好好，缺一个女生，我们就直接那边找你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下班了。我以前一直用不到我觉得好用的卫生品，我觉得全世界卫生品都烂爆了。这么重的话，都外露到爆，所以我中途就跳去变成换成棉条。我之前呢、啊，知道好自在的一体卫生棉。不是因为我本人自己有去查，是我姐姐很爱用。今天来我的人，请问你是哪里人？他要是没办法用做仪式，请坐。我有来的，然后没错啊，请问哪里人？我是台北人。哎，我今天穿的是 Stereo 新衣服，我真的蛮可爱的吧？我真的有没有年轻感？有，而且其实很性感。我拿一个小贴，性感的时候就是。啊，可以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小心一点好不好？我里面真的是内裤哎，我里面没有。不好意思，叫你的名字要写在哪里？啊，没有位置了。关好了。搞错了，搞错了。关，哎，大家都说我字很可爱。不好意思，箭头是指就是要往下。OK。要不然画个小爱心。
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关关，好，我菜鸟的时候，就是我会跟大家提醒，如果有人在当记者，真的是千万不能去精油按摩。不是，有时候工作很累，你会想要全身按摩一下。然后因为我们记者有时候一整天上班，什么事情都要看。有一次我就去精油按摩，精油跟按摩大概两个小时，我在里面睡了一觉，就是天哪，筋骨都非常舒畅了，就一起来，哇，手是有200多个钻石。然后就看到，哎，我可以变成石头的老婆生了第二胎了。然后全部人都在问我说，你问得到吗？你有问回应吗？然后我就说啊，我手机坏掉了。然后我敢承认我刚刚在精油按摩。然后一起，我在按摩店这样，我也生小孩了。没收，说哦，我手机坏掉，我晚点再回你们。然后就快点打去，我说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回应？可以跟我讲一下，现在小孩大概几克啊，叫什么名字之类的。后来从那天起，我就把我所有的按摩券都送给我家。对，因为按摩的时候真的不方便接手机，好恐怖。另外，我还是有留脚底按摩的部分。脚底按摩可以接受，今天要来录 Apple 的猜歌，我一来之前我就说，然后一定看到我衣服一定会找我，一定，对不对？我犹豫很久、欸，这个很可爱、欸，很可爱，但偏贵，就差七台的啦。啊，你也太厚了吧？它有一系列、欸，对啊，而且它20号还有第二部，我要快买它回来。对，如果你要整车寄给我，不要不好意思。我们没跟他讲，你应该只会看到翅膀。因为李刚想要提赛了。好，现在大家一起来抽签，来，梁静茹《勇气》。去去去！我和我的坚强任性，我想去伤害了你。你能不能很温柔体我再任性太急，更害怕错过你。家家酒，爆米花。家家的家家酒，有时候掉眼泪，爱来不是走马，转过头不让你笑话。我们是真的。好了，下来。你很准，你很准。3、2、1，你的脚步。线上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！我们现在人就是在这里，我是关晓雯，我们现在是国泰金控的直播真才的说明会。因为今天呢，我帮大家请到了非常多的国泰集团的长官们，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，大家都可以留言，我们就会直接一一的帮你们回答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好像叫关少雯，然后小名叫关关。对，没错，有背过的。对，只要你愿意的话，那在国泰里面就有任何的可能性。是。所以呢，大家都不要害怕，例如说未知的事情，或者是勇敢一点就来到这边吧。对对对，大家快点留言把 AirPod 抽回家，好不好？希望他卡住了啦！好，哇！好了，反正今天的那个小人生才说明会到一个段落了，也谢谢你们收看那个直播。大家，我们就明年见了，好久哦。好了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你们喜欢的工作，然后呢，成为一个你知道，成为自己的 maker。我们大家明年见，拜拜。一二三，大家好。OK， 来看我这边啦、啊，看我这边，看我这边。我拍一个 IG 的洞洞，好 ，IG 的洞好，我组3、2、1，你们大家一起动哦。会上观赏频道可以吗？有肖像问题的先讲，没有啦。好 ，OK， 3、2、1，动起来，耶，动动了。下班了，今天是一个非常严肃的，没有到很严肃啦，因为我一直想搞笑，可是因为今天是一个很正式的真才说明会，所以我不能太搞笑，所以我今天算是一个有点小拿捏一下，然后终于放下一个大石头，我等下可能去吃东西庆功了，因为我今天真的是觉得哇，我人生居然可以完成这件事情，我要脱掉这件衣服了，这件衣服蛮好看的，
平常其实也没穿哎，只是他会知道我是来参加国泰征才的。好啦，下班了，明天也要早上起床哎，明天九点要到戏子。你看我们今天要化成这样。天哪、啊！因为现在很流行，网络上不是有各式各样的版本吗？对。然后所以现在就是我今天也要扮成 Lady Gaga。你是 Lady 夸夸。我不知道，我很久没化这么浓的眼妆了。然后化成粉什么？等一下，是不是还会贴假睫毛？对不对？贴假睫毛会啊，会啊，会啊，会啊！哇，真是下风了。因为前几天工作比较忙，然后经纪人问什么，我说好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我们今天要画头发，好久没画那么浓的妆，好像有点明显了。往旁边放。啊，就刘海往旁边。对对，往我旁边，你帮我压着，帮我压一下。我不知道能用什么形容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晓彤，欢迎来到关晓彤的音乐小教室。我这个太空时尚风怎么样，走得很前面吧？欢迎马念谦老师。熟悉你的小宇宙，希望就在我的手中，充满科学的悸动，超飞侠，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、飞上天空。希望就在我的手中，充满科学的悸动，超飞侠，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、飞上天空。今天跟马念谦老师拍完这个科学面的影片，很开心。我们今天拍得很顺利，准备下班了。然后现在就是姐姐在帮我卸妆，这个姐姐很聪明，先借朋友的话，我到现在看着我变胖变瘦变胖变瘦。那你可以唱唱那个男女对唱。早就忘了女人的无奈，我每天睡不着，想念你的微笑。好了，给人家卸妆了啦。都在讲前面，就大家订我的频道，把铃铛打开。重点是 vlog 系列大请留言，好不好？留言才会有下一集。拜拜。